个秘密勇士是，如果凯凯不爱我的话，我的话，我的姐姐才不爱我。这个共有的福祸啊！全世界查甫干我爱你。我直接被唬的。啊不是啊，阿仔你是爱妈妈。妈妈，妈妈很爱你。啊，晚安呢。拜拜。你别杀。查甫干别杀。别杀。你别这么爱他的啊！你爱干我，是我的爱情还是？如果凯凯不爱我，我的爱将要。哎，你看到那一段了吗？我眼中只有这一段。气到连离都也看到没气到的事。的确 ，Esther 说今天周会，凯凯刚好坐在你后面。啊，结果你转头跟凯凯相视而笑，是吗？然后你们两个就牵手了，是吗？凯凯主动的、哦、对、啊、然后凯凯就拿我的手，我本来就放在这边给好好的，结果凯凯拿我的手去牵了。不是因为主动给吗？凯凯太高了。然后呢 T-shirt S 的看到他就笑出来了，然后他叫你们把手分开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眼中只有凯凯，是这样吗？我眼中只有凯凯。你我刚才爸爸没听到，但是已经差点落步了。妈的 T 恤看到6张。爸爸差点落步工，以后要请 T 恤帮忙盯住你。Oh no! You干嘛哭？不要乱哭，那是爸爸的签名耶。